救命啊！飞起来了吗？妹妹在蹂躏你爸爸。你在干嘛？你什么表情？怎样？你学我？趴趴下来。趴下。爸爸在干嘛？好，趴下。趴下。趴下。不要，他不要。他真的很叛逆。他很叛逆。叛逆嘟嘴。哎呦呦！你会不会走太大步？他都大步向前了。对啊。在干嘛？他干嘛？他干嘛？他说：“你抓不到我。”真的，我完全抓不到他。你不知道他的方向，然后在那画着。不要吃，尤娜。怎么这么坏呀、啊、你？对呀、啊，什么都要玩。